政策延续，福利不断。上任乡长后，村联会连续执政过去一年来推行的、已经执行的政策，并继续努力完成执政规划尚未完成的建设。南庄是个多元族群融合的地方，村联的施政一切会以民意为优先，一定会做到资源公平分配及各村共同进步，同时为乡亲来解决困扰，也要为乡亲来争取福利。乡亲对村联的期许，村联一定会全心全力来努力打拼，希望在未来两年多的任期，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携手来建设我们的家南庄。同时在这里我也要感谢钟议长在选举期间的帮忙，希望未来的乡镇钟议长能继续给予支持，也要谢谢陈乡长这两个多月来的对南庄的付出。最后再一次感谢各位，村里一天不会问台港什么的，什么台港，祝台港身体健康，好运连连。